講之前咧，首先講講今日我準備咗嘅agenda 啦嚇。咁我大概會cover 四大個範疇嚇。第一個就亦都重温下乜嘢叫做 BCUCC 嚇。喺裏邊亦都會分辨有啲其實係好似BCUCC， 但其實就唔係嘅嚇。呢個第一個方面係。第二個咧，我就會嘗試去解釋一下點解到今日為止啊，無論國際嘅準則定係香港嘅準則，我哋都冇真係一個明確嘅準則啊，係一個要求去 govern 呢啲咁樣嘅 BCUCC 嘅一啲咁樣 transactions。咁第三個我會嘗試去講嘅會係講緊香港呢個 Accounting Guideline 5係通常我哋碰見嘅一啲問題啊。咁至於第四個咧，有少少展望將來，大家都可能有聽見過最近這個IASB 其實就出了一個關於 BCUCC 的Discussion Paper， 所以我都會大概講講這個 Discussion Paper 裡面到底包含了什麼。